次性的塑胶制品。但如果有时候风，风也是可以，风摇曳的话，它其实就会收。这个嘛，一定要把它弄起包起来，不然呢，那个果实里呢会叮，叮里面就会生虫。这是我儿子借我用的，回收再利用，已经长大飞走了，只剩这个空巢。